最期待应该我翻唱他的歌吧。嗯，就是很开心，然后因为今天要见面，终于不是网友的身份，就是可以看到真人这样。怕会哭，比较像歌迷这样子吧，看到很会哭。后来的为了拍马后大师，年终接仙，谢谢左边啊，谢谢左边，来右手边。OK 了吗？好，谢谢。我们中间先哈，中间这里，谢谢，这里啊。我最想听灰色。哦，灰色。现在的心情也不是，就是那首歌，我觉得很好听。那刚好灰色就是蛮符合，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人生好像人生阶段就是。整个应该是整个有黑也有白，对，有黑有白，就是希望快点，大家都是人生可以从灰色变成彩色的。你会听到哭啊？我会帮你注意一下。对，我因为其实我跟星光的，其实很早就认识了，对，渊源很深，然后对，然后因为那个徐佳莹算是我的干妹妹。然后我跟那个仁杰，我们算是重逢，因为我们很早就认识，对，后来最近一起拍戏。哦，因为很久以前他还比较肉，然后那时候他就也都还没有结婚，我们都没有结婚生小孩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主持校园，然后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变那么胖，然后他说他妈妈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，我就说我自己照镜子也是然后我们就笑得很开心。有，你这样子有点失礼，你好像有瘦一点，那个有吗？你有啦，我有在努力，对啊，大概有变到八到九公斤，对。有接新的代言，那戏的话也还在喊这样子。谢谢。谢谢。Thank you.